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转世神器法阵光昆仑镜的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可以让我过关吗？拜托，哦，这个我用这个是洛达队，哦，洛达队做一个通关的尝试，哈，哦。有一套回合限制，所以我们就尽快的，就是不出 CD 了，直接冲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看起来，鬼王吧，鬼王比较有问题吧，其他应该还 OK 啦。我们就尽快哈，每一回合攻击出就给他转下去了，因为限制40回合哈。限制40回合就是 CD 不太能储啦，那没有满级的话问题会比较大一点这样。我只要不断按住，基本上每一回合小兵用碾的没有问题。哦，没有问题。第五关横向射击，横向射击，所以最下面那一排就不用想要转了哈。当然我们可以顺便经过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像这个顺便经过一下哈。哦，基本上就把下面那一排当作视若无睹，好不好？就只转上面那几排也是 OK 啦。哦，因为这是怪物血量38万而已，哦，所以。哦，直接硬碾就可以了哈。断按住。我们的威力哦，不用太强，因为他血只有6滴哦，一次就带走了。行攻，嘿。哦，由于关卡资讯在整理之类的，有些时候，哦，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哦啊，当然也感谢这个一些提供关卡错误的回报的一些玩家们哦，非常感谢你们哦，因为资料量还蛮大的，这个有多少会有一点错误哦，请多包涵一下这样，哦，我们会尽量除了再做一个。更新之外，哈，玩家们提供的一些讯息，我会尽快去核对，哈，正确的话就会更新上来这样。哦，能力继承哦，记得这边是能力继承，所以不要太舒服了就哦，想做通关的这样。这边我做一个全体攻击，哈。避免他人力继承这个攻击力、防御力、血量都会继承过去，就不好打了。哦，下一关是25%防盾哦，所以建议就是攻击珠转掉没关系，哦，只要一组按就可以了。攻击力6963哦，还好。哦，每回合保持有补到血量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哦，当然断心珠这种现象是属于比较危险的。
KO 掉了。灵魂石血量只有6，不像以往的哈，所以可以稍微储一点点祭司还算是 OK 啦。除技顺便绿珠哦，哦，看来也绿不出什么太多的暗珠了哈，那就算，好吧。十二关哦，反伤或者是这个100%哦的伤害，就是满血就直接送你回家的意思就对了。目前来看的话，这边我可能可以开这个研习，好研习。最好不要有什么新功能就好了。哇靠！强化盾，哦，没关系，还没被他打到都没都没有关系哈。第14关首回合消除附加的效果，还有新转案，所以我这个新他会帮我转案，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。但是我是希望能够直接把它 KO 掉，又不想被他摸到了。好吧，试试看哦。哦，太好了，没有摸到哦。非常好的一个按住不给力哦。可惜我这个延禧被他关掉了，都没有注意到，太早开机又被他关掉。然后这只狮子攻击力14386哦，我们还是可以撑的哈。像这个珠子不是很漂亮，我决定做一个绿珠的动作。哦，非常好，还是非常不漂亮哈。按住稍微多了一点了，看一下哦 ，CD 还有2哦。说真的 ，CD 2还蛮久的。非常好，拼图盾拼出来的，可是完全是没有攻击力的一个现象，有没有？3哦，其实基本上好像可以跟他玩。对啊，我们新出多一点的话，基本上是 OK 的。哦，好可怕的威力！我先把血量补回来哦，这个是我一贯的玩法。再组拼图盾哦，
还来不及哦，不好意思啊、哦。奇怪，颜色有需要这么杂吗？非常好拼图拼出来的，可是完全是没有一个属于攻击的现象哦。我一样，我先把血量补回来。目前开不开这个巨蟹，天蝎基本上都是不影响的，所以我决定是不开哦。哦，一样血量先把它补回来。哎呀，剩四回合，不行了，不能补了。妲己要出手了啊！刚没有注意到了，我在这边想说跟他耗嘞。哦，拼的不是很好看的，那无所谓了，我相信一波送走是没问题的。靠！吓我一跳。十六关哈，这个我想我思考一下哈。因为下一回生命力升一点，还要封锁所有技能，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开什么都一样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开没错。然后风暴符是准3000哦，这个小心不要撞到。哇，这个龙科开下去了哈！我现在就是我们属于一个绿珠的状态哦。靠，没有绿到好。非常的算是一个小小的悲剧哈，跟各位报告我这个接下来的惨况哈。封锁所有技能哦，所以就是跟各位说谢谢再联络的意思哦，因为刚刚没有弄好那个珠子。哇，这基本上现在如果天降能够肯给力也是蛮厉害的啦。我们看一下暗眼的威力如何哦。K， 哦，哦，好，算是一有点好像不小心的通关的感觉。哦，基本上不是很重要哈、哦，总之就是通关了，好吧？哦，因为我们有暗眼吸加上这个属性相克 1.5 倍的这个加成，哦，加成。哦，以上是这个。虚云神器法阵光 Extra 的示范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